艾米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，关注艾米带你一起玩迷你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小游戏，这次的游戏叫做疯狂呼吸。游戏规则是选手分别站在两个场地，双方各拿一个马桶塞，用马桶塞吸住对方，在规定时间内谁先吸住对方五次谁就赢得比赛。游戏一开始，这个圣贝贝还换个狼皮肤，看我不把你吸过来。吸谁还不一定呢，奇怪怎么老是差一点，难不成换个狼皮肤就可以变得更灵活？哈哈，吸不到我吧。哎嘿，这下吸住了。嗯，怎么吸不过来？哼，一定是你太胖了，明明是你技术不好。哎呀不好，我要被吸住了，我躲我躲我再躲，糟糕没躲开。这下见识到我的厉害了吧。哎，怎么又是我输啊。小伙伴们有什么好玩的小游戏可以评论留言哦，有机会一起玩游戏吧。